好啊！如果大家有睇到我哋上一两日嘅直播嘅话，你都见到咧，我哋喺度玩紧 Skyrim 嘅 VR 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因为我直播嘅时候咧，那个画质咧比 YouTube 嗰个 compression 会压低咗，所以出嚟咧系冇咁靓嘅。同埋因为我而家用紧嘅 setting 咧，我未系揾到一个最完美可以睇到大家留言嘅方法。咁所以咧，去到最终，我系决定系选择录播一次，去到俾大家睇下。录播出嚟嘅时候，个画质可以去到点样啦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系一个可以话系测试影片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要去做嗰个任务，呢、這个 Blood Honor 呢个任务。咁虽然我哋装咗好多中文版嘅模组喺里面啦，咁但系大部分嘅嘢咧，都仲有好多系英文嚟嘅。咁我哋而家要去做嘅嘢，我哋系要去攞一个巫婆个头翻嚟。我哋可唔可以买只马过去啊？因为其实咧，我之前已经想咧，就系买只马。我可以买匹马吗 ？Suppose so. Got one old saddle if you've got the coin. 1000元买。You've got the deal. It's the one with the saddle. Ride strong. 呢只马系我哋嘅亨杰的马。喂！我屌！咩料啊你？等下先，但系我哋有马，阿 Lydia 冇马喎，咁佢唯有就系、是、佢唯有就系跑步跟住我哋嘅啫，系咪即系咁样？喂，我哋个随从冇马嘅，咁惨啊！咁冇计啦，即系希望大家唔好觉得哇，有条龙喺嗰边喂，希望大家唔好觉得我喺度自私打啦。因为我想大家有一个最好嘅 ，Holy shit！ 哇，打唔打佢喎，大佬？哇，呢把十嘅龙嚟喎，我嚟落马先。我哋只马唔好过嚟打交啊，大佬佢。喂，我冇谂住测试影片嘅啫，我冇谂住要打龙嘅，冇谂住要。哇，冇伤害咁仔喂！哇 ，shit！ 佢系猫帮我手打喂，哇好多动物帮我手打喎，好 OK 喎。我只马你唔好埋你啊，嗱你埋你嘅话你死嘅你会。一只长毛象帮手打喂，嗰边嗰只长毛象帮手嚼佢啊！哇，佢真系疯狂打晒全部嘢，哇！正气飞埋，好多动物帮我手打咯，几好。喂，唔好伤天啊！哦 ，fuck， 我把武器都系，唔系我作战喎、啊。唔好意思啊，测试影片一嚟竟然就要打龙，喂喂，点啊？自己有嚟喂！我得翻半血啫，得翻，饮片水，饮片水。喂，屌，饮血水啊，仆街！OK。哇，佢真系去到打长毛象喎、啊！
等我埋去帮拖先，我帮拖阿长毛将。Mon Hunt 咩大佬？争地盘啊！哇，这长毛将好拉劲！哇，长毛将先系最强嘅动物，原来劲过条龙咯佢。多谢啊喂，长毛将，佢先系最强。耶、yeah, ，吸收龙魂。龙骨，哇！啲龙骨好重，吸收龙魂，正。喂，其实咁样有好有唔好喎、啊。我测试紧，我测试紧影片嘅时候咧，有龙俾我打，但我只马去咩？我只马咧？我只马去咩喂？唔系死咗啊嘛？哎，嗰度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，嗰只系马嚟噶嘛？系嘛？我只马，我只马跑咗去嗰边，唔知有冇掣可以召唤我只马过嚟嘅咧？应该有噶嘛？喂，屌我只马，你真系啊 ！OK， 好，成功打低條龍之後咧，因為佢係 level 10嘅龍嚟嘅啫，我自己都係 level 10啊嘛，所以咧佢唔係一條好勁嘅龍咯，都容易打。哇，巨人！路過，因為只不過係應該係呢度咁上下啦，應該喺呢度。做乜转头望嘅？呜！我只我妈冇去喂，我冇去。呜！黎叔，大家见到我有条体力巴喺度噶嘛？我条体力巴咧系会随时间会回复翻啦。同埋我隔挡敌人嘅时候咧，亦都会消耗到体力巴嘅。但系如果我有完美隔挡嘅时候咧，就系会回翻体力嘅。OK， 我哋应该系喺呢度附近上下，应该差唔多到啦。喺前面个山洞里面可能系，睇下先。哦，仲未到，仲未到，有块未到。我以为就到啫，以为。Lydia 啊，继续努力跑步追上嚟啊！喺呢度上面，VR 騎馬又係另外一個感覺嚟。睇先，哇哇哇，賊！我冇氣，好同大家。嗱，呢个就系完美格挡啊！呢个就系、是，呜呼，手断埋就斩到佢，升埋 level 添，我仲要。黑暗兄弟会刺客嘅便条，按照指示，你要以任何必要嘅手段消灭 Hungry。黑暗圣礼已经被执行，有人想要这个可怜傻瓜的命。又是有刺客，咗咁多刺客出嚟打我嘅，搞乜鬼嘢？呀！黎叔，我哋要去嗰个地方喺边度？以为直头喺嗰边嚟嘅，完全唔啱路啊！喂，喺嗰边。我哋要再喺边度行过去，就要，定还是用只马直接咁攀过得唔得？我发觉原来我门一开冷气，有啲冻，有啲热啊，间房。开翻冷气先。
玩个 VR 嘅时候好热啊，喂！OK， 我哋向住个目标直行啦。骑马，上次有观众同我讲咗啊，骑马嘅时候就系爬山神器嚟噶嘛。有观众话骑马系 Skyrim 嘅马，吓系咪真系咁爬山神器先？又好似真系，完全无视地形我可以，咁啊几好。而家大家睇紧嘅影片咧。是由我的左眼望出去的画面来的。今天原本 default setting 呢就是 set 右眼的。但我发觉因为我右眼是我 dominant 的眼，就是我看东西都是用右眼来到 focus 的，主要都是。所以呢玩落感觉上会太过边边看东西位。咦，看应该是这里的。啊，那个山洞应该是格伦摩利女巫群落在这里啊。你在这里不乖等我啊，我只马。这里里面呢 ,OK, 我们要拿个女巫的手级回去啊，这个任务是要。入山洞呢，你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， 但你先行喎，但你前面有隻女巫喺度啊，大家望唔到啊？射唔中，冲埋去射啦！哇，二十呢？哇，佢二十呢，黐线！但系佢应该系近攻好打嘅，应该系。哇！睇嚟我太早嚟呢度，佢一下打死咗我。哇！我有魔盾嘅，我有魔盾嘅，但系个问题系，我个魔盾喺边度啊？呢、這个。但系个问题系佢太过劲咯，太劲啦！佢实在点算呢？只蜘蛛人二打，哇！黐孖筋，佢算唔算系不死系嘅敌人啊？佢算唔算？没有足够法力，哎，出唔到回血魔点？出唔到回血魔法。OK， 回魔回回血回血回血。喂，嚼佢咧，呢啲啊，等咩啊？黐线！回去先。哇，啱啱出嗰个魔盾睇嚟有啲效果喎。回去，攞佢个头。OK。哇，攞咗佢个头可以翻去啦，系嘛？但我好想睇下呢个洞里面有冇嘢执喎。哇，黐线嘅。如果多多一幾隻呢啲咁嘅女巫咧，我就好大件事嘅，其實。好似就冇啊！有啊喂，
喂，黐線，仲有魔盾。喂，唔使攞咁多個頭啊，一個頭都夠咯。其實我哋可以走啊，我哋可以。喂，這個魔盾呢一招有用喎，可以擋到 D 其實。喂，撞牆。好啦，嗱，戰鬥畫面俾大家睇到啦，咁有啲出魔法嘅敵人，魔法敵人呢就老實講就有啲係難搞嘅，老實講。嘩，仲有喂，我要攞幾多個女巫嘅頭啊？究竟要睇下個任務先。Wipe out the Glamoy Witches， 哦，呢一個係 optional 嘅，就係 optional 去到殺唔殺曬佢哋。喂 ，Lydia， 行先喂。哇，挡咗！呜！OK， 呢个系咪 option 完咗咁样？钢箭，冇乜其他好嘢执啊，都冇乜。完成未啊？咦，仲未 wipe out 晒咩？喂，杀咗三个咯，已经冇其他噶啦嘛。我杀咗三只噶咯。有時呢邊仲有啊，上面呢度，咦？老鼠，呢邊仲有咯喎。而家話狂喎呢度。挖矿都要手动啊！玩 VR 几黐线。OK， 两个铁矿石，仲有一只喺嗰度，唔系 soul trap 盾啊！哇哇哇！有大蜘蛛啊！嗰度有只，杀咗只蜘蛛先。俾 Lydia 殺佢咧，我開個護盾。喂，上去，上去！哇 ，fuck！ 哇，好紧要啊！呢一个魔法盾真系，四个死人头，仲有嘢执喺度，仲要多分光呢？空酒瓶，恐怖的夏尔。唔知乜堡垒，夏尔城堡。OK， 喂，仲未完咩？這個地洞有几大啊？究竟我杀咗四只定五只噶咯？已经仲有一只，我要翻翻出去最大嗰间房，跟住之后去呢度。OK， 所以话咧有地图系好紧要。
嗱，因為我哋呢一個係測試片啦，可以叫做話係。咁但係咧，我諗應該我唔會直播玩，因為直播嘅時候需求太大啊。對於我部電腦，我錄播玩咧係感覺上係易啲嘅。對於我部電腦 easy 啲啊，對於我部電腦嘅需求上嚟講，喺前面望到佢。喂，又有一隻蜘蛛喺嗰度。Lydia 過嚟未啊？打蜘蛛啊喂 ！OK， 我哋直接開個。哇！差啲死，我系时候真系要记翻住我自己啲魔法咧，嗰啲位置究竟喺边度？回血魔 ，OK， 成日都唔记得自己嗰啲回血魔法啊，之类乜乜魔法放咗喺边个位置，成日都唔记得。OK， 读书，黑色的悲剧，增加 enchanting。我哋升 level 啦，我哋附魔台 ，OK， 冇嘢可以拆，今次真系完啦嘛，搞掂，食碗面，离开。今日大家记得踊跃留言，话俾我知大家睇完呢一个片觉得点样啦。我谂我应该系会 keep 住玩嘅，因为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欢玩冒险类型的游戏啦。咁啊 ，VR 游戏我亦都喜欢玩嘅。咁而家当我所有 setting 都搞掂晒之后，我知道我可以用一个高画质去到玩到呢一个游戏，而又完全是我想要嘅嘢嘅时候咧，冒险升 level， 攞新装备、新武器，全部是我想要嘅嘢。咁所以咧，我是会继续玩下去的。好，那我回去交了个任务先。我们快速移动回去龙林堡。我们升 level 可以。level 10了我们。升到上 level 10。我们继续升耐力啦。耐力其实很重要，我们打下去。因为我哋打任何嘅近攻敌人咧，我哋都必须要用到耐力去到同佢哋近战打嘅，所以耐力系好紧要。打头先嗰啲出魔法嘅咧，就唔系太重要咯，变相就因为我哋净系埋佢系咁劈佢啫嘛。咦，发生咩事喺度？发生咩事啊 ？Silverhand finally had the nerve to attack your vessel. We got most of them. I think if your strength was made out. 你攻击勇者之家？哇！银之手直接嚟攻打勇者之家，咁刺激。咁应该下个任务会好勇猛嘅。不过冇啦，我哋测试片咧，我哋暂时先嚟到呢度先。我喺呢一度 save 个 game， 跟住咧。我哋睇睇大家嘅留言，有咩意见？直播我哋玩其他嘢，或者打牌。Skyrim VR 我哋会录播 ，OK？ 咁我哋今日呢条片我哋先嚟到呢度先。我希望睇到大家嘅留言，俾啲意见我 ，OK？ 咁我哋下条片再继续，系咁先，拜拜。